这个007这个开头了哈，007哈的这个范例哈，那里面的话呢，重点就是说哈，我们要打开它之后的话，就是请你帮我把那个产线开头的公司加起来。OK，那刚刚的话呢，如果用刚刚的方法，插入函数嘛，sum if，好，那条件的话就什么？产线开头的，特别重要。那产线开头的话，当然嘛，一般我们一定是产线。那你不可能说你产线一二三，这有三个嘛？那你怎么办呢？哈，特别注意哦，产线啊，你不可像以前是啊，产线一个，然后呢再加产线二，再加产线，那不是一串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假设这样，如果不行的话怎么做啊？啊，range 的话一定是这个范围，不包含那个栏位名称的下面这个嘛？哈，啊，要加总的就是它的公司，也这样 OK 的哈。不过关键来了哦。那我后面这个字怎么办？特别注意哦，在那个你如果这样子有没有按确定？一定没有，因为没有那个哈，比对，它一定要完整的比对。那怎么办呢？特别注意哦，你要学会两个所谓的万用字元。所谓的万用字元就是那个符号。符号的话有两个，一个是问号。问号的话意思是说哈。产线什么字？一个字的话，一个问号；两个字就两个啊。当然一个字的话，好就 OK。所以你按确定，结果就出来了。另外第二个的话，不过哦，这个地方产线哈，如果一个问号表示产线一二三到九还 OK，可是如果你到十也 OK，到11就不 OK 了。如果它产线有11条以上的话，那你可能这样子也不对，这样也不对，那怎么办呢？特别注意哦。如果你字数不定的话，你用星号就好了。OK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如果固定字数用问号，如果非固定字数，请你用星号。如果你放后面，就是后面不管几个字。那如果你是放前面，也放后面，就中间。如果你放前面，有没有？那表示它最后面那两个字。OK，所以这个有点像，叫。万用字元哦，有点像那个你要做什么全文检索啊，其实全文搜寻哦，或者资料比对啊，都会用类似的概念哦，应该可以理解吧？哈，按确啊，所以这边的话用问号问星号这一题应该都 OK，结果应该没问题，好，做出来了，所以关键地方哦，好，请特别注意善用哦，criteria 里面哦，这个一定要会啊，因为很多人不会的话，那就麻烦了，哦，不会这一招的话，很多地方是做不出来的哦。还蛮多的，工作里面不会这一招啊。另外记得哦，以后哈，只要是什么 criteria 这个名称的参数，都可以用这个方式，基本上都可以哦。不是你要举一反三哦，你不要只会这地方，其他不会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就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，取名称叫 VBA。哎，如果呢，我希望怎么样，把刚刚的动作，我如果不会用那个 sumif 的万用字元，那我可不可以用 VBA 写？可以啊，写个按钮嘛，按下它，结果帮我显示出来，按一下，哎，有没有一模一样？好，23,884，没有问题。哎，可是问题来了，那我要怎么样哦，在 VBA 里面呢，可以帮我做完这件事情？啊，当然你想说，那不就怎么样，直接丢公式过来就好了，把。这个公式直接复制贴到这边来，但那个方法我觉得就不讲了，因为太简单了。你就是什么呢？其实这边如果你用刚刚那个方法，就 range 一二哦，那个储存格里面等于什么？等于这个完全不用改。哎，里面有双引号，要改两个了哈。啊，它就 OK。不过我觉得这边好像有点没有什么太大意义。那如果用 VBA 纯粹用 VBA 写的话，怎么写？啊，这个概念大概是这样哦。一样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11列或者向下追踪的列，啊，做什么呢？里面的话，如果if sales 的 i 列的 a 栏里面，如果它的开头两个字是产线的话，哎，那我们可以 VBA 里面有函数叫 left，我可以用 left 怎么样，把它前面两个字抓过来比一下，如果是产线的话。那就帮我把它同一列的 C 栏，帮我累加起来。所以这个地方哦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哦。以后如果在 VBA 里面，你需要做出什么所谓累加的动作的话，
累加，哎，要怎么办？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可能需要啊，再多产生一个变数，把什么，把这个值嘛，先丢到那个变数里面，然后去累加，让它不断的再把它前面的值再跟后面的值再加起来，然后再把它存回去，加起来存回去，那最后的话再把加完的那个结果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，这个储存格固定嘛，所以我们 range 12就可以了，答案就出来了。所以后面的话也许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做 VBA 里面实现累加这个概念哦。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也就以后如果说你希望哦，假设你不会用一些三米符啦哈，那你当然也直接用 VBA 来写对也可以啦。哦，有些地方如果你实在是想不出有哪一些函数，那不如你就用 VBA 写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没问题的哈。OK。很多人哦，干脆懒得去想说哪一个函数，干脆就把 V 就后来甚至 VBA 写熟的同学哦，之后甚至常常就用 VBA 写，甚至就不喜欢用函数了。因为 VBA 它反正写完之后就一劳永逸了，以后的话增加一个按钮按下去，哦，然后它就可以自动把结果给带过来，你就不用再去下什么，你就不用去想哪些函数，哦，那。也就是说，当然多种方法啦，不过最后哈，写习惯的人还是会用 VBA 来撰写啦。OK， 啊，在这地方要怎么做，请各位先试着想想看，那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哦。